好，我是翠翠。这一场呢，先跟我们的队友们说声抱歉啊。天气那么冷，大家被阿来绑，都想要去泡泡温泉。但是呢，我们这一场请到奶最大的翠翠一，我们汉牙惊呆喽，站在原地。这一场请到最会奶的巨乳海伦登场啊！这一场我们巨乳海伦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对面阿来绑的人，我们绝对不可以让他死啊！想泡温泉别想，我就是移动温泉泡我。非常的苦主就是我们家中路一格啦。刚刚一等的时候，我跟射手两个人在下路嘛，所以他很辛苦的一对抗二啊。清完兵线后，他竟然还去乱了对面野区。这么勇敢的一格，当然要来中路帮他一下啦。对面连打野都来了，看到这个瑟瑟发抖的一格，原地开奶啊。结果下一秒马上被莉莉安打回来，奶奶很心酸啊，简称奶心酸。那傍晚要怎样？自力更生，自求多福。我要去找射手了，拜拜。下路平静的像飞机场，上路激动的像战斗机。小青一个扭腰扭掉了弗洛伦的花花。与此同时，我们一格在中路被阿莱跟莉莉安暴揍一波啊！好险对面没有四等，阿莱没有绑绑技能。那一场对面的阿莱跟莉莉安基本上就是两个人走一起，阿莱绑，莉莉安胖揍人一波。这一场另一个奶很大的小青啊啊，他是名词，我是动词，好不好？真的很想帮我兄弟啊，他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清掉了那一只小兵，哇，可歌可泣。接着怎么样呢？我们家的打野开启魔龙，对面当然开启凯撒啦。可是队友现在全部都满血嘛，好想补人怎么办？只好一个包围三个啊！阿莱四等有了大招开榜了，血狂掉，好兴奋啊！这奶，这个极限之奶，哇，我真的是太佩服我自己了。又补又回一波，血又变成一半啊，惊悚。快乐玩阴婆接到队友打的911电话，我们下路的汉牙跟警打的水深火热，一看就需要我这一台救护车啊！我们汉牙为了给我表现机会，大招直接反方向开，不够厉害。可是哥，我好像赶不到。最后我们汉牙用极限之最远一技能，竟然反杀了这个警！不可思议的剧本，这可谓是医学上的奇迹啊！汉牙打给我啊，他要我好好看他的大招，那次方向竟然对了，觉得汉牙很赞的，可以帮影片点一个喜欢哦。一格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竟然有人反红，还好我们刀锋最后是吃掉红 buff 啦，我想说三打三来帮他们一下，没想到救护车要来救病人，病人自己原地站起来跑走，哇！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啊，对面阿莱没有大招了，我们刀锋直接骑上除草机干嘛？准备割韭菜。那个原地逃跑的病人回来啦，拿到了三连杀。哥，你不用掩饰，原地跑走，要复活啦！我跟着谁，谁就要倒霉。医生很想治疗病人啊，可是病人没有病怎么办？就让他生病啊，所以让他走第一个被阿莱绑我。各位有没有看到？奶起来了，奶起来了！治愈护盾一技能大招全开啊！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捐血战了，我是喷血战，奶几个人都给你补到吐，好不好？你这是怀孕的表现。哎呀，又打来了，他要我看他的大招啊！这个大招呢，绝对不是反方向啊，是一打二吓到跑走。所以呢，这个要怎么样？这个也要给你一个赞吗？好啊，点赞点起来！刚刚还没有帮影片按喜欢的，现在赶快补上。当我在走路时，我也在走路。当我在走路时，一格也在走路啊！他走着走着就被绑起来了，他想要回温泉泡温泉，那可不行啊！救护车抵达案发现场，开补好不好？再加一个补包，一格原地满血复活。我这一场带的是治愈跟护盾装啊，为什么不出解控呢？看一下对面的角色，解什么？姐姐好正吗？回到游戏画面啊，一行人来到中路四打四，感觉就要出大事了。阿莱不用解啊，阿莱我必须要有一个人吃榜。吃完榜之后，突然飞出一只弗洛伦，他哪里出来的？喂，警察叔叔，有人刚刚打坏我们家的救护车啦。没关系，救护车吸收仇恨值，让队友收头。小青一个暧昧壁咚，莉莉安直接晕船，直接晕回家。这一波打了一个大获全胜，清完兵线之后呢，再顺利推掉对面的中路外塔。一格想要回家，小青想要吃蓝啊。小青首先开启了蓝，打到一半，我的蓝呢？被一格拿走啦，原地气到撞墙。没事，奶妈又复活了。明天去找我的好朋友啊，一下的宠物梦梦，请他写信给官方，请官方让海伦能同时补血量跟魔量，直接宇宙无敌。回到游戏画面，各位精彩的来啦！我们先跟一格吃这只小龟龟啊，看到对面的捆绑大师阿莱来了，睿智的海伦先往旁边走，才能让病人生病。
碰碰车再次抵达正常了，这次真的是什么都开哦，护盾、人质域我全部都有，全部都开，开好开满好不好？我们一格竟然这样活下来了，不可思议啊！别人玩游戏就只是玩游戏，跟脆脆的海伦玩游戏还能体验心情上的云霄飞车，一次玩两个啊，太划算了。嗨呀嗨呀，你这样不行，不能每时每刻都想要回家，要来我身边，有没有？又奶满了，为什么要回家嘞？我就是家。建议各位跟妹子玩传说啊，就是玩海伦啦，女生一定会黏着你，而且你四海为家，跟四个队友一起来到上路，队友感觉想推塔，我们的小青好像回家喽，还是谁？这边三个人都集合了，我想说，士兵应该是要我扛一波哦，果然开秀了，刀锋被绑起来，没关系，奶妈本质原地开奶。解决完阿莱又是一条好汉。你确定？打团的时候呢，最怕遇到那一些队友啊，被别人追着砍，结果越跑越远，哇，海伦都追不到啊！又要请梦梦写信给官方，请他们帮我加三段位移啊！你是不是觉得不可能？那你走向我，这样比较有可能，好不好？弗洛伦暴力开滑，但是我暴力开补啊，差点被收掉。对面的血量都很不好，我们的海牙展现了刺客本能，从屁股包起来，一个大招进场，最后一个普攻呢，是由我们的一哥收掉了，紧的人头，再度有没有？又满血活下来啦，哪里满血？逼啊！对了，刚刚还没有讲完，我这场不是说护盾装吗？为什么不出解控？莉莉安跟兰多开玩笑，那个0.1秒，我都是在队友被控完才按解控的啊。弗洛伦不用解啦，解了他一样黏你。刚刚不是我发言的，刚刚是我多重人格发作，除非偶像洛里昂或是歌德那种强控，不然的话呢，遇到艾瑞跟阿莱，我的内内海伦通常就是出护盾装，能让他在绑完一波的时候还能存活。来到中路啊，这个弗洛伦超爱我，没看我必划我。我们刀锋挥了挥衣袖去切对面后排，直接又坐上除草机除起草来，哇！一瞬间拿到3连杀4连杀，哇，有没有9分钟一路大顺风？而且刀锋海牙这种不需要抹的角色，打完团战之后又没有狙魂来局限我，直接原地2秒补满，直接让若依失业啊！补满血之后呢，小青又最远距离暧昧壁咚啊，一连还没反应过来，又直接晕回家了。我们大龙龙跟兵线就即将进塔，是时候该走第一个翅膀了。我们刀锋也不遑多让啊，直接切上去了，扛塔也要救他啊，全招都开了。刀锋拿到了3连杀，拿到4连杀了吗？啊，可惜没有那个蝴蝶没有飞回来。最后呢，等一下我一技能一开啊，让队友几乎都要满血啦，对面几个复活但是也不敌我们。最后呢，成功点掉主堡，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啦。以上就是对不起让队友在天气那么冷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回家泡温泉的海伦，哇，名字超长，就带给大家咯。我是翠翠，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